大家不要以为年代久远的旧黑胶碟有尘和发毛才要洗，其实现时一张新的黑胶碟在印制过程之中会喷出一些脱毛剂在印毛表面，这些脱毛剂有机会残留在黑胶表面，如果在播放之前洗走这些脱毛剂，播出来的声效都会好一点。今次我们会用这部有15年制造洗碟机经验的荷兰品牌 Okinoki 洗碟机来示范一下洗碟。这部 Okinoki 洗碟机原厂会附送一支清洁液，要用1公升的蒸馏水来稀释，不可以用矿泉水和水喉水，因为会有杂质，同埋一些溶剂产品亦都要避免。首先要将黑胶扭紧，之后开动 Okinoki 旋转剂。这个旋转剂是可以控制顺时针同埋逆时针的转动。落适量的洗碟水，如果落得太少，清洁效果不会好显著。这部洗碟机转速适中，所以啲水不会溅出嚟。不过溅出嚟都冇问题，因为它的外壳是用了防水的铝合金和塑胶三文治式合成，可以避免生锈和发胀。而这个设计亦都可以减低入面水泵开动时产生的噪音。一边落洗碟水，一边用原厂跟来的羊毛刷来刷，记得不用太大力，因为啲旧碟可能会残留咗啲硬嘅尘粒，如果太用力就会刮花张碟。适当嘅力度令到洗碟水平衡分布喺碟面就可以，正反方向再刷多2个圈就会更加好。洗碟水本身有溶解污渍嘅功效，如果将碟比较污糟，可以等半至一分钟先，清洁效果就更加好。Okinoki 洗碟机另外一个掣就是开动吸水泵，先将吸水管拨去黑胶上面，开动吸水泵，就用手将吸水管压到碟面。为什么要用人手放吸水管呢？因为人手比较敏感，如果太大力就会损坏了张黑胶。吸完水用手将吸管拎起，张碟已经干晒，可以直接落针播放。如果想一次过洗好多碟都没问题，我见 Noki 有自动过热保护，不怕整坏部机。提提大家，很多时啲旧黑胶碟相当污糟，当洗 A 面嗰时 ，B 面会整污糟晒洗碟机嘅唱片垫，到时将 A 面反转到唱片垫上，又会整污糟晒。这个情况难唔到 Okinoki 洗碟机。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将唱片垫可以整张拆出来洗，又或者用干布抹都没问题。还有这些吸管、唱片垫、摩打全部都可以另外购买，万一有任何损坏都可以替换。最后洗完碟之后记得换个新的内套，那就更加好了。